从小就要养成规矩跟礼仪的习惯，从小呢生活日常中如何站、如何坐、如何走，这都是要透过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练习，让孩子们知道说我们能够从礼仪中也是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品德。所以今天的课程很开心，孩子都学到了，也都做得很好，感恩。